等一下，有人买，有人买遗忘，有人抽到遗忘，没有了啦。那你就跳下去吧，那你就安心上路啊。遗忘，哭了。买了蛋蛋，没有买压力板。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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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哦，遗忘在中间守门啊。遗忘最后。哎，那吉。啊、你西瓜放这边，小雨上不来吗？上不去啊！伊王跟我们是不同队，他还把录下来。这里这里这里，哎、那个看戏看戏看戏，伊王跑过去，跑过去，放这里。伊王到他们家，伊王到他们家了。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到他们家了。但是你的装可以捡了。好，被盯住，被盯住，盯住好久。好了好了，伊王在他们家大开杀戒啊，是个好时机。决斗场右边有西瓜岛喽。好。啊蚁王是什么东西啊？蚁王是 boss 啊，又一只 boss。他是什么的 boss 啊？然后作者右边有三个，他是中立要核心，谁都打，看到谁都会揍。他长什么样子、啊？僵尸一样，那只发光的那只会发光的僵尸。他们祭司在打，他们祭司在打，他们祭司被打好多下。哦，他们祭司被打死了，他们祭司被打死了。直接送头了。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石头定住。哎、欸，我捡走了，我捡走他们石头了。很好，很好。那祭司送头啦。那祭司没办法，不要靠蚁王太近了、啊。蚁王很危险的。哎、欸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我刚要帮他啊！天哪、啊！哦。哇。那个人是捡回来了，那个你的九桃，你的东西在这，哎，打不溜，这边啊，这边坐着回来，你的东西。哇，我竟然可以疯狂被蚁王干掉了。还有你写的书，你的弓，捡地上的剑石来用，虽然我没有买弓。斩鸡血剑石。那个作者的。来不及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坐，你也不死图腾哦！我拿到抗性了，不死图腾还死掉 ！W W， 哇啦哇啦！没拿到手上吧？我想。哇啦哇啦，来不及切到手上，哇啦哇啦，哇啦，呵呵，看一下哦，那只 boss 是张逼吗？嗯，对。谁？哎、欸，谁打我？谁打架？我不知道，我瞬间被打了。默默收掉，默默收掉了。没有。我们右边合作。好。嗯。分数那边。嗯。哎呦，谁啊？嗯。他们左边上面跳台有人在射。有射弓箭哦，你们附魔那边小心哦。有人在打我啊。中间，我在中间一直在射箭。对呢，遗忘被杀了。超远的那边射。怎么都？都给我耐久，不要耐久啦！持久好、啊，看起来好像让你长长久久。长久久，这什么广告？给我别打！左边的打。嗯。找裤子吗？给你。中间需要。哎、欸，遗忘遗忘，哎、欸、不，那个不是遗忘，那个他们的正在左边。他的守护石在我这，好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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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没护石弄他，杰哥我在你后面，不用怕，死啊！漂亮，杰哥我们走不了了，哇，再杀一次，再杀一个，进去救人哦，走一个，还他了，护石还他了，走不掉就杀。哇，你的妆我看到，哇，有人一直在射，那宝衣而已啊，宝衣的里面一直有、啊、那个绿的游泳姿态，哎呦呦，我那个进进出出，我退回来了，感谢超级猎人，感谢新手，我掉去了，我们把那个啊，我们的祭司在中，哇，祭司在后面，祭司，对，我们祭司在中，仿佛又看到有人掉下去了，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右边。右边的路进我们家，进家里面了。欸、右边，家里有人来了，来支援了，我们没装备。啊！是打屁股，打屁股！我看，是，有装备，拿装。有装备又有了。哦哟，对面有骷髅啦！哎呦，
我杀到对面来了。我想说什么发光，然后对面有两个红红的，两个红点在那边。有骷髅，好啊，带个钻剑吧。带带带带带带带。我去弄他。他们都拿双刀，我们没有没有，继续许光，我去弄他。啊、好，都来弄他，一起弄他。一起弄。我要去拿食物。拿哦，那边上面好多人哦。黄金装弹子。对啊，底下死不了，底下明就有岩浆区。有一个穿黄金装的从右边跑过来了。射他！你们射他，我去弄他。我要去赌博了，赶、哦！你要去服气了吗？对，我要去服气一下了。抽一下奖，抽抽奖，手抽手抽，抽抽抽。I wanna play again。哦，好，我要走了。来，开心七抽。抽发光，不好意思，抽。他帮他 kill， 使你发财了。我发财什么？你发财，你应该有铁或者是吧？铁或者是那个有人、哦、绿宝石。哦，中毒了。祭司哦，你这么凶啊？哪里哪里哪里？阿扁他在他们家的那个 GB 里面。嗯、哦。哎、欸，他我两个关在 GB 里面，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！这怎么有刀？这怎么有刀？你什么？我想要拉那边去帮你，结果那里怎么有刀？黑子，王黑子！啊，我的装备没了！哦、我坐着坐着在这，干嘛？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小心、喔！他们的那个，我先退，我先退。他们的祭司也准备来了。这个黄金装是干嘛、啊？就帅一波啊！黄金战神在西瓜打面互砍，谁都砍不死谁。我们家上面怎么这样？哎、欸，有栗子，我们家有栗子，我们家栗子效果。哦，我养的啊，怎样可爱吗？啊、有没有带只回家？这个在干嘛？有，度过了，度过了。想偷偷来？啊，回不了血啊，我滑鼠跑外面去。哎，封伤封伤，我把东西放下。啊，好多衣服。蒙力，蒙力，我带回去弄。蒙力，嗯，再给我一个锋利。宝二，那谢谢作者，谢谢作者。OK， 嗯，我的受诅咒的力量魔石又来了。受诅咒，我每次拿力量魔石没多久就死了，好惨，惨兮兮哦。因为拿着就觉得哇，我很强，然后就冲在前面，不小心冲太进去啊。我看到对面的祭司了，真的是一点不魔等级。今天我们两个一起，好，好痛好痛。等下我嗑个金苹果、哦。他也在嗑，他也在嗑。对面好亮、欸，对面一波蓝蓝的，没了。哦、他退，他感觉快不行了。杰克有吗？杰克有吗？等一下，我在帮我们祭司，我来帮忙。啊，好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你们在哪边？左边、右边？左边。好，我来了。很靠近他们家里面。哦，我看到一坨蓝蓝的冲出来了。先放掉他们力量。哇！好补我们自己力量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站一下，他们祭司还在，他们祭司还在哦。谁那么竟然回一点力量？狂牛在爆发，我的了，我回家了。没死不起了。不行不行，血，没血了没血了，回家了回家了。对对，回家了。可以吗？小雨快走，小雨快走，定号。好。他们全部都跑来帮你了。这一波。狂牛阵，狂牛阵，吃肉吃肉。没有吃的了，该走。对，我装酒酸，他想用跳跃啊，算是平打平。可是我的装有捡到吗？宝山的，我捡到衣服而已。哎，红队的，我们的，为什么还在家里爆掉？为什么？作者，你怎么了？作者怎么饿死了？作者，我没收你的斩击，而且你有不死图腾，你又不用了。怎么要狂牛坐着？不是涂在箱子里啊！你等一下记得啊！坐着，这个满了。遗忘要出现喽！遗忘，遗忘，
作者怪怪的啊，作者来送分的啊，难怪你想当技师啊。他说我要当技师，然后就一直死，狂死，不哭哦。原来这才是他的目的啊！原来啊，他放命，这其实都是计划好的。计划通，右边哦，右边哦，右边哦，右边。我去，右边来了。右边发生什么事？哇，掉长矛啊！遗忘在中间，遗忘先不用管。我一会再找他，找钻剑。想走还想走？不让走。没有人会想下去找那只遗忘了。超恐怖！他跑出来，他会跑出来。会啊，会啊，他会跑出来。他们祭司120还在他们左边。汪你能挖吗？汪你能挖吗？现在还打不死，要等他。我可以挖，我可以挖，顺便挖。我瞎了。然后顺便放水。啊！遗忘超痛的了呗。哦，遗忘，哦，遗忘，杀人了，那个遗忘。还有100多秒。不要遗忘，你不要过来啦！满地尸体。啊！遗忘，遗忘，我被遗忘被住了！遗忘，走开！他去找对面的。啊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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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洗走，洗走。讲那只好像鲤鱼王一样。对哦，对哦。干掉他们。走去对面了。鲤鱼王，我们不会弄怕。环境还行吗？鲤鱼王。鲤鱼王回来了，鲤鱼王。80秒，八十秒。Oh, 右边很多，右边三只，右边三只，救命啊！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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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边来了。哎呦，鲤鱼王被定住了。被他们祭司看到了。有人跑家里面，有人跑家里面，有人跑家里面。没关系，有三只哭光，有三只哭光，不用怕。我在家。鲤鱼王进来了，鲤鱼王进来了。鲤鱼王，你不要啊！鲤鱼王，你还有50秒。鲤鱼王还有50秒，你怎么爆了？伊王大杀一波啊！他是守家，他是守家，帮我们守家。我的锋利剑，我的锋利剑没了。我们的人要43秒，43秒，43秒，也是一个困难哦。伊王哦，好暗哦。哎，小心小心，粒子效果，粒子效果，升超级，升超级。那是伊王的技能，伊王的技能，那是伊王的那个。伊王也会，吓一跳。好混乱的，不知道是刺还是遗忘。遗忘在我们的行商打20秒，遗忘秒被关进去了，他被关进去了。15秒，要干掉。有这波也让我们赚很多。我的附近没有敌人，可以打遗忘。他出来了，遗忘出来了。5秒，三。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吧？下去了，下去了。0秒，被卡住，被顶住了。他死了，干掉！谁又在赌博啊？被定住了，被定住，我被定超久，死前还硬要定一下人啊！嗯，我去，被拿装了，我的装备刚刚全喷了，被遗忘弄掉。我也是啊。哎，我好多盾牌哦，我也超多盾牌的，可以放着。要牛排。哎，不，牛排反而比较缺。你那么多留下来存着啊！有人在新手村放了一堆。祭司在哪里？他们祭司在中间。中间需要帮忙吗？在放烟火是不是？一直狂射箭。对啊，右边，有人在偷啊！等一下，现在没有装备。痛，辛苦了，欧神的祝福。有吸收，哦，吸收，小心，右边有人来了，哎，右边，干什么？我拿到闪速暴风岛了，干什么？哎，那很好，很棒啊，等下去他们家，进去了，哎，他掉下去了，家里，死了，漂亮，好多人，哎，他们即使在左边。打得好痛，啊，死了，痛哦！哎，我先走了，我先撤了。右边的，右边，左边冲过来了。右边要核心哦。嗯，左边一整坨人哦。左边好多人哦，上面还有。他们都想要趁现在。对面牛排没了，右边要四个核心，右边要四个核心。哎，中间有人过去了，我们家。左边那个祭司也在哦，祭司也在哦。对面没有牛排哦，现在没有牛排哦。祭司他现在装备还蛮强的哦。分数岛帮忙补了。我们在左边激战，不是叫我上上上，
没有装备啊，我去买个装备。简单弄一下，简单弄一下。这个黄金装 Enderman 跑掉了。哎、欸，哇，忘了再搞。试一下加倍再上。走，一起打他，一起打他。你的钓竿，过来。来了。对面还有位置可以放东西吗？有射雷西吗？放倒。可能右边吧，左边都好满啊。好，去右边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哎、欸，我们前线小心，祭司那他们的祭司也在。祭司来了。他们祭司是谁啊？祭司那个。金装的，金装的。有两个金装的。金装。我塞他们。他退了。我塞他们附魔这边。在他们家的那个。有搞吗？可以挖他们的力量岛。分身苦力炮。在搞吗？